早上的8:48，我们来看看今天美国天天预测的号码。A 全车02，全车02。B 全车二中一，全车二中一，0208，0208。C 组牌两星碰尾数，无尾。我们所报的牌子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全车第一只，全车二中一，第二的一只，第三组就是尾数。这个就是美国天天的预测号码，也就是说，你可以用02去碰0515235，08去碰0515235，0208碰无尾，或02碰无尾，或08碰无尾都可以，自己选，自己有多少钱自己圈，我们的牌子已经精简，我们主要是做全车跟那个尾数碰那个两星。